希望你能替阮伫江宏杰生活边做卧底，这是你重新做人唯一的机会。阮相信，某人一出世就爱做歹代志，你一定有你的苦衷，应该趁有上侪机会，赶紧回头。嗯，我唔对，你若愿意点头，我用请检察官面对你的罪行。搁再讲啦，在江宏杰目睭内底，无利用计代手下有甚款的下场，你应该比相国较清楚。你敢确定你袂有共款下场？什么？我答应你，啊，不过你会记头拄答应我的约束。你放心，我讲会到，做会到。会当将我带转去啊？左定。托尼这个人，敢真会当信任？敢会到最后，连到咱互伊利用去？这真歹讲，无论安怎，咱个人看输办输。妈，嘉龙伊真正要跟我离婚嘞，我的心足痛的。有够无效的啦，较振作的啦，伊无爱你。你著好好配合恁哥哥，对国家的人报仇，对一个无爱你的人，甲报复，伊毋才会后悔当初是无对你好，将来你才有本钱甲伊讲条件。也毋过，莫阁也毋过啊啦！我即马哦，袂当阁甲你讲啊，我是用特别关系，才会当甲你卡入话的。非得哦，你著是听我阿哥恁哥的话就对啊啦，妈袂害你啦。毋过妈。你是不是哦？别做到伤过超过啊！啊，若无害我甲嘉龙的感情哦，母会不敢无落通我摕呢。又搁有啦，你做代志哦，是不是莫请你遐粗残嘛？我惊哦，我以后我的良心哦会袂得过的。是讲哦，做歹代志若是哦，搁叫大家发现，大家一定也无法度谅解我的啦。哦，你真正是有够无路用的呢。惠弟哦，你听恁哥讲的话就对啊啦，是安尼，吼。其实哦，妈甲我想要讲的拢是同款，我家婆将你当作是家己人，迄吴家龙，伊是想尽办法想要甲你分开啊。既然因拢无重视你，你是安怎搁要对因遮尔啊有情啊？我问你，你甲妈到底要爱我做啥物代志？其实我拄只听你甲吴佳云咧讲话，我感觉伊应该是还阁相信你，所以你应该会乖乖听我的话，做我的间谍，随时注意吴佳云还阁林志明因的状况，随时来甲我汇报。等你反间五家以后，吴佳龙自然就会因为安尼，也想要回来，希望你爱甲伊复合。这就好亲像我对付林家。林家受了痛苦以后，主动希望我卖阁再对付伊同款啊！你安尼真正有够卑鄙的呢！唔对呢，我会记得你常常去予林家的人压咧趴。我即摆甲林志明，阁还袂分出输赢的啦。所以我想吴家龙对你应该是无可能会有感情，所以你都要予伊更加需要你。这诸多权利都要摕你手。所以为什么我爱你配合我去做间谍？我这拢是为了你好呢。我尽量啊。袂当尽量，你一定要尽力。
啊，那无，你想要滴个物件，是永远拢无可能得到。迄嘛爱看我的心情啦，我即摆也失恋了，心情足无好，你敢知啊？你走，你去走啦！看你徛在遮哦，我真都惨白的啦，啊，若要死狗到最后，食亏嘛是你家己，你去走啦，走啦，跟走！我刚真正要听妈的话，替江宏杰做间谍啊！啊，不过我已经答应嘉龙要好好悔改啊！我已经真久无做歹人啊呢，我真正要伫这个时阵重操旧业。从今开始，你就是我隐藏的武器啊！老林，马上把张正浩的资料拢给伊。张正浩？是啊，张正浩。对，从今开始，你就是张正浩。你要伫个上短时间内、上紧的速度，把张正浩所有的资料全部拢背起来。好妖啊！啊，恁爸都想袂晓背物件，叫我背物件。哎呦，是讲我这面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卡到即马阁会疼啊！啊，讲话时袂输，规个面皮要落外共款的啊！啊，放心啦，我会甲你安排一个所在，互你静养。所以你也好好把握你的时间，做好我交代互你的代志。等到我需要你的时阵，你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啊！所以，只要我完成你交代的任务，你得遵守咱的约定。是当然啦。像你这种无钱无势、戆戆仔，用拖去做替死鬼的死刑犯，你应该是要好好感受我给你第二的人生的啊。所以，你得一定要做好我所交代给你的代志，而且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啊，若无，你著只有搁再等于龙阿来做死刑犯，除了死，你无其他的路通行。若是要搁再等到这种天顶落来的好机会，恐惊就后世人啊。无对，我一定要好好活下来，才有机会。好。我就答应你，只要你遵守咱的约定，恁爸绝对替你平。哦，安尼你都要好好准备，因为我可能随时拢需要你，需要你替我来拍一场真精彩的战争。不是 Angela 从所有的股份拢过给张正浩，嘛无这种代志发生。今嘛出来批评我讲拢是我唔对啊，安尼敢袂想变无公平啊？迄个时阵发生什么代志我无讲，并无代表讲我唔知影。你对事后有野心，这点我欣赏你。杨哥，
伊做代志无够认真，这嘛是伊的缺点。除非你能说服继承高魂的法定代理，迄毋都是铁哥伊妈妈吴嘉文，我唔对，除非你能说服嘉文将高魂下到等来你的手头。 那么，就算到时阵，我有迄个心，你派你是我的接班人，只要能先查出你是卖乖乖，不提请求。好，麻烦你放心，一个月后，咱总公司的股东会召开进程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甲处理好势。不过我嘛要提醒你，卖阁用以前迄种。 错产的手段，有的时阵，这是上紧，也是上效率的方式。你敢去强人之下麻烦，也去无够势。尤其嘉璇是嘉文的大姐，我不希望嘉文出代志，再影响到我甲嘉璇的感情。麻烦你放心。 我绝对有把握，会当好好改革这件代志，让你改变对我的看法。我希望你莫阁辜负我对你的期待。你紧醒起来！你紧醒起来！ 你坚持起来，只有活嘞，才有希望。若是即马，就放弃求生，那呢，你永远都无法度洗清你的冤枉啊！所以你一定要活过来，就算讲无人相信你，我愿意做头前相信你的人。你坚持起来，啊！坚持起来。我袂活。 我有活落来，才好多感受这种感觉。不知敢有迄个机会去拄到顶个计划前面迄个天数无？若是真正有法拄到，我一定要甲讲，我一定拢有听伊的话，坚强的活落来，甚至找到我人生的第二个机会。 主人生的只烟头，唔啦烟头呢，是足烟头的呢。哦，安尼我嘛不算吃亏的哦。新的人生会当做一个烟头仔生，袂歹呢。安尼，阮该趁这个时阵哦，好好来去漂泊一下。